Two, one. 我是谁？我在干嘛？家就是后家的送铁了，铺了个叶子。哎，您好先生，方便采访您一下吗？啊，你说，我看咱这种穿武侠装的，是不是都会点功夫啊？是。哎，那您会什么呀？乾坤翻。方便表演一下吗？我们拍个抖音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不做免费表演，不好意思。啊，您看这个行吗？可以。啊，那麻烦让一下，麻烦让一下。那么远，我们要走去吗？有泥马，泥马，哎，哪个？哎、这个，哎，这个泥马，泥马 ，Top 三，多少钱？10块钱。我操，那么贵，那个呢？3个，我操！哎呦我的妈！我操 ！Top 四，各位答辩老师，你们好，我叫肖米，我是13号记者，我是十三号。我的论文题目是如何让客人在。如何使客人在按摩？呸，在足浴呸！啊！如何使客人在酒店住宿业当中？啊！举手之劳，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。Top 六，下面有请二位新人到香槟塔，我们可以看到精英的香槟美酒在水晶宝塔。到饭点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你请客、啊、我不请，我去年才请的。那你请。我也不请，我也不请。那不然这样子吧，我们三个憋气，谁先上来谁请客。行行，好。他俩都是假的吗？Top 八，那个，你看这六岁人，你看有脸有脸，看，看，你看这六岁人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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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这二哥，你看，那过来气实了，你看，快气实，看非要。世界孤立我任他。你们男朋友都喜欢玩啥？反正我对象呢，他不喜欢王者，他也不喜欢吃鸡。太飞，太飞，你在吗？飞，皇上，我在这儿呢。啊，别跑，我的小宝贝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手后面扮不错。哎呦，哇，哎呦，你要不要拍视频啊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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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大长腿的闺蜜聊得怎么样了？聊得挺好，就是她跟我聊天我有点看不懂。你看啊，我说美女你好，朋友介绍的。你听她咋说的？你听她，嗯，我早就不干了。这啥意思？你爸爸是男的，你妈妈是女的，对不对？嗯。你们家有一个人是两只眼睛，对不对？嗯。我还算是一个惊天秘密，你们爸爸和你妈妈是同一天结的婚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怀孕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咱俩离婚3、4年了，嗯，你怀个哪吒呀，能挺这么长时间？我跟你说，你不要来找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孩子都能打酱油了，你这样找我太影响了。你这个跟我肯定没关系啊。你爸爸玩了没？咋的？我就是来告诉你，我怀孕了。当年那个不孕不育的人是你。哎呦我的妈！
东西。焦虑太多说明你没有自省，没看到说明你没有设置提醒。哪有那么多疏忽，就是你不在意而已。你是个男人，这种道理你都不懂吗？我现在这里啊。窗前的明月照，你独自一人远眺，被月光十年少，是他吧？好，十九。